来今天一天新增加17个境外入来病例，创今年境外入来一天新冠纪录。政府已经有出手要压制物价，啊，不过餐饮业即马拢有起价的风潮。来看有一种这25年的就中和车厢海鸟真厉害，啊，不过人捌倒过，到今不得也未解决。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公司暗时新闻，我是孔阿文。新闻开始来关心的是疫情相关的消息。国内今日新增加17个境外入来病例，创今年境外入来一天的新冠纪录。阿伯应用 Compro 的这啊变种病毒，这指挥中心宣布讲，第一类到第三类的医护和防疫人员，第二期已经有住5个月人会当去做第三期的疫苗了。这个做的是莫德纳。国内新冠本土继续加零，已经连续28天零确诊，也无死亡病例。啊，不过煞增加14个境外移植病例，其中7个是突破性感染，这也创今年以来境外移植确诊病例一天新冠纪录。17例里面哈，那5人是渔工哈，那5名是学生，那2名是船员。那国人有3名，那其他的有2名。因为新型南非病毒株 Omicron 来势加强，为确保国内医疗和防疫量能，指挥中心宣布，为即马开始已经完成做两剂疫苗，而且满5个月，应对加做第三剂疫苗，优先做的对象是第一到第三类医护和防疫人员。因为公布出国的外交人员、代表国家出赛的运动员、选手等，到12月7日，差不多有600人符合资格，对加是莫德纳疫苗。基本上莫德纳量是一定是够的，那至于要打 BNT 的话，那可能就要等这一批现在现有的手头的量先留给第二剂的人打，好，那如果再有进来的量，我们才会开放，好，给这个打第三剂的来做使用。奥密克戎到底有偌恐怖？南非上新的检测结果发现，甲 Delta 比起来，感染奥密克戎可能病毒量较低。目前抗原快筛检测依然准确，但过传播力增加对疫苗保护力影响，是不是低速等情节资料也该进一步研究？指挥中心表示，即马伫全球至少27个国家出现370个确诊病例，尤其伫南非短短1个月就成做主流病毒株。10月份的时候 ，Delta 还是占79%，所以就是在这一个月当中，就是这样子，猪羊变色哈，就出现了这个 Omicron 为主流的这个疫情。因为春节检疫7+7或者是10+4专案，拢和外界烦恼是不是出现防疫空棚，但是中强调，不管是在集中检疫所或者是防疫旅馆，相关采检拢该做就地采检，也免坐防疫计程车到病院，同时加强电子围篱这管制措施，各加强发现防止违规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第一季疫苗注射率已经超过78%，第二季是57%，起码要赶紧来冲第二季疫苗。啊，这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宣布，讲伊后礼拜要注第二季疫苗，因为要求讲爱开放夜间的注射站，甲规划这百货卖场、卖场会当随搞随注。啊，全联加这家乐福起码拢回应讲，因会当配合。他是第一个打的。民众注射疫苗免预约，也免到诊所、人客人、百货公司都有注射站。屏东县政府甲百货业者合作，另外刚设置注射站，开放民众注莫得来疫苗，避免的服务和医生手里讲注射疫苗，也可以当减肥物件。就买完东西顺便来。打完针待会可以去看灯了。打完针就是太平洋买一买，消费一下。目前国内第一剂疫苗注射率超过78%，第二剂57%。也不过随着国际疫情严重，政府加紧冲刺第二剂注射率。行政院长苏贞昌预计后礼拜要注第二剂，也要求开放夜间注射，加规划百货卖场随搞随注，有排除甲卖场合作举办抽奖，刺激注射率。各县市相关可以提供方法，那么到百货公司到哪里，这个就是可及性、进便性，让他这样。那另外我们也有跟全联这边有谈，就是说他们也暂提供了174个点，我们就是全国有174个点，接种就会有提供一些赠品之类。指挥中心甲全联合谈，全台至少有174个注射场所。目前当地找适合地点，全联表示，进前有配合做流感疫苗的经验，即摆会全力配合。甲落后表示，继续甲各地方政府结合，注射站的位置将规划伫各店的美食街，避免人侪上客。
边上班的人来说也方便很多，就不用等下班时间才去预约。现阶段已经有在跟高雄市政这边合作，提供了四家的分店，那提供消费者做施打，而且现在目前的效果是非常成效的。另外，渔港做业务情况，合法渔港注射率低过50%，苏贞昌下令爱建立失联渔港的防护网，佮强调即马唔是掠失联渔港，而是爱予因相信政府的诚信，安心做业务。记者综合报道。新冠疫情发生满两年了，要来防堵疫情的分化，借人来透过这病疫通报，这确诊的个案，了解伊的卡业，变作在疫情发生之前，就当侦测到这感染源的。台大病医即马有研究一套系统来看卖。今年五月中旬，本土新冠疫情大爆发，为了要找出感染源，只能透过病院通报确诊个案中，接到历史卡列来找找，想要正确疫调，也毋过被动式追根溯源，往往失去阻止感染扩散的黄金时机。台大病院研发一套主动式急诊多层次感染症地理资讯系统，会当早期侦测感染源。那这个颜色越深的一个热图，就表示它的一个感染密度是越高的一个地方。可以透过这样病原学，再加上症状学呢，提早侦测到可能来自的一个爆发源头。这套系统会当透过急诊病患主要症状、高症详细地理区、人口数、年纪、性别结构，早期侦测可能的呼吸道胃肠菌株感染。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个群聚的时间跟空间的特征放到一个地图平台上面，当我们监测到如果两个小群聚变成一个大群聚的时候，代表疫情可能要呈现指数上升。另外，台大病院也发表新册《COVID-19 台大病院整治甲教学经验》，从这一年外来的实务教学经验甲标准作业流程，这个新册分享给全国医护同业，希望加做未来抗疫基础。另外，新冠疫苗第三剂都要开始做啊，也毋过应该过偌久的时程？台湾大学副校长张尚顺讲，上底会当提前到5个月。ACIP 的一个建议就是，原则上是离第二剂6个月的时间施打第三剂，那如果必要的话，可以提早到5个月的时间施打。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台大病院不但是启动新冠肺炎专责病房，也收治全国第二例新冠确诊案例，不但建发主动式病患追踪系统，未来将进一步建立疫情地图，会当透过手机来追踪，不排除运用伫追踪奥密克戎病毒株的传染路线。记者综合报道。经营已经超过20年，阿罗哈结婚对内部员工发出公告，公表示受到疫情影响，仅仅剩2条路线，就是台北到高雄、台北到嘉义，会伫个12月14日全部拢停止营运，建议是来停赛。即马高雄的监理所也证实这项消息。阿妈拄啊落车，政务人员就来倒挂行李，亲切的服务一直是人客对这间客运的印象。但即马煞传出经营23天外阿罗哈客运一号发出内部公告，表示剩的2条路线，台北到高雄、台北到嘉义，会伫14号停止营运，等于是全面停运，予老员工甲人客拢真唔甘。今日阿罗哈，我是终身阿罗哈，今日为阿罗哈为荣，明日我为他争光，就是。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很可惜啊。对啊，这我不知道以后何去何从，我等下到隔壁去问了核心，看有没有到五股。二号透早10点往台北的班次，但有2个人客上车。员工表示，过去高铁通车已经让客运失去不少人客，这两天的疫情更是重重打击。另外，2019年甲2017年的重大思想事故，同款打击到阿罗哈，即马雄雄讲要停运，嘛让附近的居民去甲替员工发声。很多员工啊。如果是一家之主哈，那靠那一份薪水要怎么办呢、啊？展望说现在国旅能够复苏了哈，那这个部分我昨天已经请公路总局进行这个了解。民众希望政府到三工总部伫高雄的阿罗哈客运，高雄劳工局表示还未收到业者通报大量资遣。高雄区管理所证实路线停驶的消息，表示业者3号会开股东会，可能到时阵才会确认是毋是要停业。但若真正停业，恐惊对员工来讲，明年会有一个歹过的年。记者陈环武、柯正准、林志坚综合报道。
联合国旅游部门是表示，这疫情后今年这啊全世界旅游业来损失$2 billion的收入。啊，新的 Omicron 病毒和旅游业即嘛是更加害。联合国秘书长是反对讲，针对着特定的国家的旅游禁令，认为应该是要扩大是旅客检测。疫情冲击全球的旅游经济，旅游业要复苏，原本就唔是遐尼啊简单嘛，真恶。即嘛佫拄着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各国嘛定出新的旅游限制，这嘛让旅游业的情形是哪来哪歹。Such solidarity between countries has defined our joint response to a shared crisis. It is now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as our colleagues in Africa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of new variant. 南非开普敦的杜万港，原本应该是有坐游览船甲游客，初一这一天煞拢无半人，酒吧甲坐景点嘛拢无啥人客。变种病毒 Omicron 伫非洲南部的国家先后发现的。各国小连锁定出旅游的限制，让民众对旅游大国的期待，煞熊熊拢消失去。But now that this Omicron came out, now we are going backwards again. Yeah, so we're starting all over again. 为了阻挡新的变种病毒，菲律宾嘛赶紧打档啊，取消原本为12月份开始批准有注疫苗的外国旅客入境的政策。这嘛，让长滩岛的画家阿伯托是感觉真失望，因为伊靠卖画图的作品，让外国游客来生活。最近这两年的封锁，已经严重影响伊的经济。Sabi na mag-okay na ulit, bumalik na sa normal, magtuloy-tuloy na yung ganitong negosyo para makabangon na ulit yung kabuhayan namin dito. Let Hapko Piso Tiong Gote Suisu Pwepiang Gong, Gogo Inwi Omicron Dui Titiang Gokka, Sisi Luyu Kim Ling, Zem Nambo Gong Pei Mabo Hau Go, Buzu Kodai Dui Luke Giam Chir. With a virus that is truly borderless, travel restrictions that isolate any one country or region,are not only deeply unfair and punitive, they are ineffective. 联合国世界观光组织最近表示，受到疫情的影响，历史2021年，全球的旅游业是减$2 billion的收入，差不多是台币55兆。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来看今日消息，第四场的公投说明会海藻搭的公投今日举行。嘉宾这边讲，这永续经营不是划口号，无应该啊危险到这海藻搭。啊，反对那边是来反驳讲三折定义是破坏海藻搭种讲法，呼吁要放下对立。2018公投第四场说明会第20案，另外海草搭正方代表是恒亚保护协会理事长刘惠梅，官方是由代代退休教授、现任行政院顾问谢志成代表。刘惠梅首先诉求永续发展应该有明确指引，临时考核提出无应该要求7600年海草搭拔除。在环境状况好的时候，它才能够长1公分。为什么要要求7600年的生态搬家，搬到别的地方去，而不是要求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搬到别的地方去，另寻其他的方案呢？咱的总统不是叫外人，啊，大家的声音政府拢有听到，并且展现诚意，尽最大的力量降低三折对大潭海草搭的影响。谢志成是用台语为政府辩护，并非提案方直接将三角架破坏海草搭画上等号，扣上大魔王的帽子，是违背科学精神。思考强电计划应该放下国籍甲政治对立。昨日第二轮发言，老会梅是强化大潭海草搭边缘27公里，生物多样性管，感性呼吁唔通损失这款的自然教室。那如果大潭早礁新建了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我想我以后可能不会带着我的孙子再踏进大潭这个区域。高铁可以，三阶没有理由不可以。我期待三阶与早礁可以成为21世纪开发与保育共存共荣的故事。贾志祥最后以移动绘本水滴的铺桥中，背景年代是高铁未来，再次表示三角是一个双赢的方案，强调大潭海峡的未来是生态丰富的水族园区，不是正丰收过的海山谷。记者综合报道。微信客在这网站分享讲，顶日啊坐代替自强号时，啊车厢嗨个真厉害，感觉规个这车厢特别爽，赢赢去。啊，代替讲这是车辆啊，磨了无变所造成的。啊，这款自强号火车其实是25年老车了，之前嘛捌予人倒过，不过老问题到今无改善。
旅客伫社群网站分享影片，伫11月30日代替自强号为彰化要到台北，结果车厢一路摇甲真厉害，就亲像驶伫个石头路面的感觉，摇甲亲像要解体共款。公司记者实际坐共款的自强号列车，虽然无亲像网友拄到的摇甲真厉害情形，不过加速时阵车内物件确实摇来摆去。定定坐旅客也表示，这班车平常时都是安尼，想要休困者拢感觉无舒适。睡的时候就没办法。好好睡觉，会不会觉得很恐怖？是不会到恐怖啊，因为我蛮常搭火车的。代替这款 PP 自强号列车是民国85年向韩国现代金刚买，迄个时阵编列150亿预算，现代金刚开出72亿设计得标，买400台，目前线顶还有381台，已经造成31列次。因为路线东部西部拢区无包含支线，是代替自强号主力车种之一，不过已经超过75年影响品质。列车设计抢标了后，维修零件常常欠了，后来因为改造脱离伫台湾的维修监管。代替甘能家己检修，代替飞行车的油价这么厉害，是车辆无毫无平均地数已经在换。经过我们反断检查之后，我们发现它的车轮还有8个车轮，都有磨耗的现象，所以车轮我们都会重新进厂去做一个选销。前几天也有其他的车长也有遇到有发生同样状况的 PP， 都是有旅客反映有震动这个问题。负责做那个列车检查的师傅他们也提到说，其实 PP 会震动就是老问题了，那因为就是老车。代替三甲工会表示，不少车长拢接到旅客反映 PP 自强号高速度又较正厉害。第一线员工也甲咱汇报检修单位，员工希望代替赶紧换新的，唔通让老问题一直出现。记者综合报道。高雄鳳翔國中一个查某老师，昨下在接受交通道路的时，互撞红灯的轿车弄到头壳出血，人到呾也未清醒。这引起国内的教育团体不满，认为讲教师法也无讲老师一定爱来做道路，要求老师爱全面退出道路工课。画面正抢屏，学校的道路老师才呾举机啊走出来，要引导学生过车路。就去予对方弄红灯的黑色轿车弄到，这个事故发生伫个初一早起7点外，被弄到的是高雄鳳翔國中的姓杨的体育老师，目前因为头壳内底有出血，手术了后搁伫个昏迷。预计希望3到6天，他可以恢复意识，可以清醒。那如果脑压有下降的话，那应该就是比较没什么事情，所以这几天就是黄金期。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53条一项闯红灯，那还有61条三项，那肇事致人受伤，这个部分需要吊扣驾照3到6个月。这个人弄到姓林的驾驶，甲警方讲，伊是当官要上班，才无注意到红灯，酒出了后并无饮酒驶车的情形。不过驶车的人弄红灯，佮违规正越，也无让行路的人先过这种行为。学校的老师讲，这种情形是真奇怪，而且大部时都要烦恼家己甲学生的安全。有些摩托车，他不管我们有没有站在那边指导护，还是有学生经过，他还是照样就是会右转，他不会管我们有没有在那边。学校的道路老师甲志工家长不是警察，无法度要求赛车的人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加上教师法并无明定老师有做交通引导保护工课义务，即卖老师因为负担这个工课有安全的风险，嘛引起几个教师团体的不满，讲要发起不合作的运动。予老师免阁做倒好的工课，高雄市教育产业工会嘛，呼吁市府都要明定出倒好相关的法规。导护的一个范围就限制在校门口四周就可以了，不要再过度去延伸，那会增加老师的负担，而且其实危险蛮多的。根据教育部的统计，位置从2019年到今，因为倒好的工课发生交通意外，拢总有11件，13人，其中老师是占1件。高雄市教育局表示，目前是采用警察、老师和志工三方面联合倒好的方式，也会收集各间学校的意见，和高雄市的教师团体来讨论，研究出改善的方法，确保做倒好工课时阵人身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涉嫌对着刘毅高家如阿起家动手的姓林的查甫人，法院今日翻点裁定，爱羁押禁戒。第一审决定，伊依然是否认讲伊有共偷翕，还是关禁遐个行为。高家电脑来指控，讲是高家如家己翕的。高家如为林的律师，今日是出面反驳，强调讲这查甫人讲的拢是白话。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人家交代？他应该很开心啊。在法警的扶持下，行回地检署审讯的查甫人，涉嫌拍立委高家如，只是被问到偷窃，伊有关无承认。有没有私密照？有啊，我讲过啦。
当然有啊。是你帮他拍的还是他自己拍的？他都有啊，我讲过了啊，也有他帮我拍的啊，都有啊。也有他长进的很多啊，当然有啊。但都没有外流啊。无承认偷窃，阁反控郭家族亲身翕的，都连拘禁、提示的影像威胁等，拢无承认。暗过法院认定，伊涉犯恐吓、妨害秘密、妨害电脑使用等七项罪嫌，而且多帮串灭证加反复实施恐吓等理由，在电击押禁见。走路的短短的时间呢，他都能够去捏造，瞬间的去想这么多的谎话。这让高委员呢是非常不能接受，所有的影片呢没有一个是高嘉瑜委员来拍摄的。对业指控，郭家族委任律师，伊强调拢是事实，佮指出检方查扣的随身碟，佮郭家族看到无同，怀疑证物已经被调包，那视频影像外流，做实情报复，伤害恐吓侦判受害。普遍轻判，那像这样子的话，就无法达到第一个无法达到吓阻效果。如果达不到吓阻效果的话，那被害人的影像就很有可能就是外流出去以后再也收不回来。那对于他们的影响是一辈子的创伤。就今只是一口罚金，吴斌团建议设定限度下限至少6个月，搁设三度登记制，避免有人将视频影像传到云端，或者是到备份藏起来，轮做成卡油工具。郭家族也以自身受害做补，提案加强对实情报复的处。希望好性温素款保护更加完整。记者综合报道。无计要去的舒适冻袂掉，又个餐饮业者公告讲要起价，这是新业日本料理店，每年1月初1开始啊，中昼甲暗顿拢起100块。有那有烧肉的连锁店，加这啊日本寿司烧的连锁店，讲是有的物件是起30到50，好像分析这应该干那是起一届，那过去恐吓嘛影响到竞争力。平常时啊，一到第时间，店内用餐的人客无济，各家日本烧肉连锁店亲像无受介绍器的影响，多数的人客又还愿意付钱。当地官网公告，12月初1起，部分食甲饱的方案介绍条件分别起30至50块，虽然只有介绍较贵的方案起，并且方案介绍无变，不过消费者表示有部分的肉片无供应。有某些部分的话就没有供应的，所以可能跟他的菜单上面说稍微有一点点稍微改变一下，是有些其他东西没有上，上的时间会比较慢一点点。另外，知名寿司烧连锁店某某飘肉店也公告12月起调整计数，并在中昼登起40，暗顿地价20到50，而且无包括一项服务费。餐饮业起袂停，不少民众埋怨最近这波起价，比外口食饭开销低一到20%。消费者看到的是现在涨价，对我几乎都外食，涨价的话可能会多1-2成有。价格可能有调整，但是量没有减少，品质反而还增加了一些。另外，吃咖巴新业日本料理强调受国际原物料价实在成本起的影响，也宣布起价少，并且假日中昼暗顿起100，下昼地起81%，平均起53%。而且分析主要是国际运费起，数据性通膨，恐吓继续到明年第一季。香港的问题应该不是短期之内可以解决的，这一波的物价上涨的压力会到明年第一季。学者表示，游玩的观望的店家恐惊，也在准备起价。最近政府关税减免政策，抑制物价效果，短期内消费者看袂到。记者综合报道。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边境聚集兵力的消息，又过来引起这北约华府加这莫斯科的紧张关系。美国国务卿这布林肯是警告俄罗斯，那侵犯乌克兰一定会受到经济制裁。布林肯讲，有那要和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要伫瑞典见面了。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顶日啊，伫拉脱维亚里加的北约外交部长会议当中，讲俄罗斯搁伫克里米亚半岛、甲乌克兰各界地区集合115,000的兵力，军事入侵的态势是真明显。库列巴呼吁都要采取同时进行的方法，包括明确甲莫斯科来沟通，准备好制裁的方案，甲扩大对基辅的军事援助。总统格林斯基初一在国会发表年度演说的时阵讲，东部顿巴斯的内战已经持续8年，若无直接甲俄罗斯来谈判，战争就无法度结束。І ми повинні говорити, ми повинні говорити, знаючи, що у нас сильна, потужна армія. 消息一日出来，首都基辅的独立大厅，暗时啊约12,000的示威者，指控格林斯基反背国家利益，甲大家骗个冤冤死，要求伊在辞职下台。Що відбулося щодо, наприклад, справи вагнерівців? Це абсолютна зрада державних інтересів і
І я вважаю, що президент України набрехав власному народу.乌克兰东部的军事发展，搁一届伫个北约、华府、甲莫斯科之间引起紧张的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初日暗算会伫个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欧洲安全合作组织会议，甲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进行会谈。布林肯出发进前，伫个里加警告，俄罗斯的军力便若入侵，北面会受到强烈的经济制裁。遐那克里姆林宫是八会讲，并无入侵乌克兰的计划。而且，把局势紧张的责任全部拢撒去予西方提供现代化武器予乌克兰，伫个黑海做军演，也佮出动轰炸机伫个俄罗斯边界飞行等等的事件。另外，华府佮莫斯科互相驱赶外交人员出境的行动，佮有新的发展。俄罗斯外交部的发言人沙卡洛娃初一下令，伫个莫斯科踮超过三年的美国大使馆的人员，拢爱伫个明年1月31日进前返去美国。来回应美国顶礼拜下令27个俄罗斯大使馆的人员甲因的家属，明年1月30日离境行动。公司新闻王惠文编译。来看到明仔载天气，伫北部地区温度是13度到20度。在中部地区温度是12度到23度。在南部地区是12度到25度，在东部地区是13度到25度。外岛的朋友，金门马祖是13度到21度。现在来看一下纽约圣诞树点灯，安在回。